湖啊，蛮爱听的 Loki 啊，讲的蛮爱红听的 Loki， 而且双方面要配合，还有人面，从各位爱听我讲话是过去就跟我结结缘啦，无你我讲较搞嘛不爱，你嘛不爱听。所以讲为着要度众生，爱跟众生一直结缘结缘，啊，无想要听你讲，对不对？无人要听你讲啊，所以这个缘分要结合，敢那佛度五比丘啊，你若无跟五比丘结足。当然，更加真理嘛，不爱听，都无半个人。所以咱即马来念一遍，功德善缘啊，无你后摆若幸福要创啥？无好，一时啊好都无。你起一个净土迄搭无人翅膀，因为你拢无讲结缘，无半个要来。哎，所以阿弥陀佛甲众生结无量缘啊，所以众生听到伊的佛号，看到非常欢喜哦，哇，就足想要念的，这是叫做缘呐。所以各位爱各点准备来，功德善缘啊！大家来办法会，好冇？变用用的压落哇，高下几千万只，你开始念大悲咒，三皈依、忏悔、三昧水忏，你开始念啊，跪个叫叫来，开始拜安尼啦，该交请，咱再去有交请无？规定拢咧把靠哦啊！所以安尼咧，所以爱该说法，爱出来修改，顶顶好。第二开导。你若要变数，赶紧去吼！善男子、善女人的，我现在讲笑话。一个老师讲，海涛法师，我安怎？啊，你伫讲课拢会流目屎，讲对啊，我嘛唔知要安怎。我老实甲你讲，杜平是查某，正平是查甫。那查某你讲安怎讲走去去出街安怎还哭甲要死？查甫你叫人去震惊，抬死鬼啊！所以。我阿舅阿边阿改，我根本就无法度。伊讲真简单，互别人笑你就袂流目屎。我安尼好，啊真简单，互人笑就袂流目屎。你若无哄笑，你就流目屎。吼，哭是哭，查某哭，查甫哭安尼。啊，个嘴个大，嘴大是安怎？迄马好贵一顶啦，你去牙嘴无？我即马拜托伊，后悔开始啊，牙一百空八罐，无我就抹个抹几啊罐拢无效安尼。个抹胭脂。我那下课就袂安尼，奇怪，上课就安尼，一课要讲课就开始哇，嘴个大，嘴个大，啊，然后个烧声，计我即卖抓到啊，早起一百空八罐，中昼一百空八罐，暗时一百空八罐，最近倒倒了，免抹侪啊，各位，任务交互恁，好唔好啊？你嘛，逐工摕海涛法师摕一单放一罐啊嘛，好，我甲你观众变作火。哦，迄代鬼王家罗刹鬼，这世间都无正经啊，无车祸啊。所以，迄正经车祸就是完全在做要食火安尼啦。啊，所以那是鬼道咧艰苦，所以罗刹鬼嘛要进者，但是甘露比火较好。啊，你有法度降低这世间种种的灾难。好，第二开头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定立定及阴困困恰苦逆。为拟定做北界本书所有意见，听我开导。我小可艰苦，艰苦啥？我今摆来讲台语，因个电脑就传来，师父听不懂，请讲普通话。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卫星，现在在大陆有一个八关斋戒共修会啊，只要传八关斋戒，你看大陆这么多人，一定很多人一起在共修了啊。结果呢，师父请讲普通话。啊，所以你看电话卡来啊，大陆的哦，好吧，所以开始啦。第二行，福戒者，如来利益众生之所务，贤圣修道之要皆，三机平等实践，在家出家七众通收，或越山途而直趋人天，或超有漏而进登绝岸。五圣运载，戒为轴匣，万善克备，戒为基本。各位，于今天农历九月十八日，观音地藏菩萨加持日，来到念一下台南麻豆护生缘道场、慈悲道场，咱来遮有两种功德，哇，够一代生命，咁好。个大烟供就主人，就主人了啊！不要个曾文熙哦，也才可以放弃掉，好唔好啊？啊，所以哦，也才救救谁性命啊？还隔壁嘛，我就起起啊，来旺啊吼，赶紧超度啊，头家趁钱
土地卖咱，意思讲免饲啊啦，租咱免饲啊啦。哦，因咧饲鸡母，我饲一大堆啊，啊，足可怜啦。各位太太去甲看卖，你嘛查某，伊足可怜啦，安尼啊。啊，卖讲食鸡卵好唔好？卖食，无你个底层我甲你讲，足艰苦啊。所以鸡蛋、鸭蛋，咱台湾人个爱个食鸡尻川，哇，害死人啊！我今仔个看了一串六个，一串六个鸡屁股，今嘛干那较少看诶啊！因为咱无食臭味，唔知啊。但是以前真的是连那些炸什么咸酥鸡那种鸡屁股啊，那啦，对，炸一炸，脆一脆，加一点胡椒粉，会花去啊，很可怜。但是咱今嘛了解啊，看诶分歧诶分度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觉得低会计好食啊，低会汤。再个掺什么？地瓜汤个掺咩？还什么？韭菜是不是？卖想啊，还是罗刹贵了吃啊？我们是菩萨，那袂在吃诶。所以来到麻豆慈悲道场，求受八戒者，先当晓了八戒名体，次方与各位一一传授之。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，关者金币之意。为金币八世不放故，灾者其意以过中午不食为灾体，八世铸成清净灾体故，尤其八世与灾体共相支持，又名八支灾法。须知灾一名戒，佛所制定故。各位要注意，从我讲较大声，不是各位在听，希望这个声音嘛，魔音传闹，好不好啊？传到地下去，啊，传到他方世界，透过卫星，大家听得出清楚，安尼啦。所以讲，你在念哦，修行要做菩萨，嘛爱有这种的声音，了解吗？这声音嘛，不是结出来，这用心去供，你慢慢，这是一种信心，也是佛的加持。那当机呢，起动声音无同款，对不对？你拢无咧起动啊，然后。我即马呼呼喺我的身躯啊！我要用这种的呼的声音、梵音，乃至呢，敢那国王的转轮音、狮子吼音，去离众生，啊，你来将家己高呼，啊，你自然就显露出来。哦，敢那你咧唱邓丽君的声，你讲邓丽君、邓丽君，来呼心，啊，你变邓丽君安尼啊！啊，你的声音、你的态度，真正伫你的身躯看到邓丽君的影，是不是安尼？哎呀，你哦，那佛法更加不可思议，连那众生行道法都护心吗？佛法都护心无？嘿，就这意思。你若要归命佛，你若要归命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的心就走在你的心内底，安尼你就变地藏菩萨的化身乃至分身，会晓未？所以叫观音化身百千亿，咱就爱做观世音菩萨，咱只要心学。观世音菩萨心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交予观世音菩萨，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心进入咱的心内底，哎，完全合不一体。啊，所以你念经嘛安尼，你念经，你要代表心，即嘛众生拢来听，咱代表佛，希望众生拢修八关斋戒。那你要有这个心，这个信心，迄阵袂使讲，啊，我著惊歹势念唔对吼，我惊安怎吼，啊，你讲我真袂使。所以我常讲，坐咧台下顶爱做当机，好唔好？完全放下安尼啦。啊，你当机无放下，变哪负心，对不对？啊，骗人。当机来讲，起码是啊，算退价。我常来看湛云法师修理退价。啊对。啊，上当啊！啊对啦。但是咱佛法是用心，去有佛佛的你的心观内底，一心念佛，好唔好啊？那佛在你的心观内底，你就很佛相。佛的相，佛的威仪，哇，这叫做三昧，这叫做老实念佛，要常常练习，好冇？等于念起，让恁祖先听，安尼不管在爱念么大声，啊，念么众生听，因为你该交请做这个甘露施施，传授菩萨的不管在，啊，这下众生啊，真欢喜啊。所以。须知灾一名戒，第四行下面佛所自故，戒一名灾，其身口意三业故，以身其则无秽恶，口其则无诸过，
心齐则无烦恼诸漏业因，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，内以六念尽其志意。从我即马咧念，我著阁走去张诶所在，张诶阿兵哥啊，一定真侪超多，嘛阁有真侪较好，但是还袂超多啊。嘉义军人公墓，马后阁一个群林寺，哇，迄就是迄搭孤魂啊、骨头啊、QQ 到顶的啊。然后一级一切转世界忠烈祠、军人公墓、军人亡灵，那来不分国家种族，来所有军人们、所有士兵们，同来法会，同享功德。翁阿吼，拢来呢，大家拢徛好啊呢。来放下军职，穿上海青，搭上漫衣，哇，开始修整，这才是在整，整内底免整外口啊。所以各位爱将地藏菩萨的袈裟来翁阿吼，布施给因，安尼啦。哇，安尼真欢喜，我穿这领较快乐呢。啊，穿这领爱修整呢，啊，穿海青是家去整呢。哎，向外口是自卑呢，拢免夹刀。啊，主必须呢，你量不起呢，那个印度啊，所以长特别叫战元时期，阿兵哥退伍会靠好啊，所以但是我迄阵我嘛变做阿兵哥，变做军人带因到底，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同事，一起老人你变老人，一起查某你变查某，了解吗？啊，一起尿气啊，咱变尿气啊，要合为一体啦。你要度高啊，你还变高啊，而且高啊度高啊，所以菩萨无一切相，菩萨随顺众生，然后哎去给引导。但是众生不管啥啥，啊，长个土地公一定足欢喜的。我一去就甲赞言法师讲拜堂，土地公甲关注地藏王菩萨，哦，地藏土地公升官，哇，即马升官，我变地藏菩萨，安尼甲拜，我嘛第一个合掌，哦，土地公阿弥陀佛，地藏菩萨。叫张者菩萨打电话讲，师父，迄土地公煞跪落来甲恁拜呢，啊，因为你愈尊敬伊吼，伊愈歹势安尼，啊，然后伊嘛变作化作地藏菩萨，化身都较古啊，真正咱省代志啊，着伊去古啊，啊，所以无超多的亡魂啊搞，土地公就甲安顿了好势，所以来法会功德，供养所有坟墓区，土地公，福德正神。守护众生，引导众生，离苦得乐，往生净土。南无地藏菩萨。我的意思，各位你要将土地公升官变总经理，好吗？因为地藏菩萨，这地藏的意思就是，其实拢是土地公的，拢是地藏菩萨的部属将了，对吧？土地公啊，所以土地公除了照顾咱道，啊，就搁牵亡魂去亡阿婆来照顾嘞。啊！咱即摆就希望土地公变地藏菩萨，带因往到地界，带因去极乐世界。安尼土地公有欢喜无？所以各位后摆经过土地公庙来合掌，好唔好？阿弥陀佛，土地公、地藏菩萨，功德供养，嗡嗡嗡，将你的功德给伊，好唔好？目后甲做一个演讲，土地公请来地坐安尼。啊，放一个汤仔饼，做一个演讲，也一个甘露水。土地公去遐个念一部地藏经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好的拢爱去，你莫讲假哦。领导厝边隔壁土地公，你爱负责去念地藏经，好唔好？哎，我就要封你做主持，你会使去啊？啊，你免逐工都要过，一个月去两工就好。去啊，干念地藏经做演讲点灯，啊好，去大家拜土地公的人拢得到福报啊，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，那呢社会就平安啦啊，好唔好？爱去哦。你无去，伊讲暗时顿安尼困袂去，土地公坐遐，喂，啊，等你哦。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，内六念尽其志意，为第一念佛，慈悲导师；第二念法，三世佛母；第三念僧，人天福田；第四念天，长寿安乐；第五念戒，清净身心；第六念布施，普济贫穷。外以八支约束其身口，为一不杀害众生，二不偷盗，第三全断淫欲，好唔好？哎，我讲这世人无法度，真更小，好世人形形色色，
斩断淫欲，卖个谈恋爱啊，好唔好？无必要个结婚，你你我我着个陪人困，个替人都啊不大不多安尼，啊生甲要死，然后呢个艰苦，生完唔是煞，个爱爱甲要死，无伊会死安尼，无看到囝困袂去安尼，所以啊个较烦人，囝要娶某啊，你个共吵，所以哎呀受执着啊，所以各位呐，如果无必要做查某啦，爱做大丈夫啦，啊，无必要讲一定爱追求爱情啊、生囝啊、啊艰苦啊，啊，所以要生爱生福囝，做啥物？来，摩耶夫人，对，生完就会使升天啊，免顾啊，因为啥啦？因为你若顾，你着爱着伊，你着袂超度，了解意思无？啥啦？释迦牟尼佛要投胎伫因母啊生七天就往生啊，袂互因老母落落去感情的大海。因为透过一个生，要给他发菩提心，这样，所以才请地藏王菩萨乃至释迦牟尼佛去天顶讲地藏经给他的老母，因为对他没念着，只有七天而已，有关心没念着，然后给他发菩提心，他老母如果爱到二十岁，到二十九岁，出家，那老母心都破去了，已经念在那里，动不住了，放不下，这是事实。那么都要讲到中道的问题啊，各位咱来神卡，比如讲乌巴库尊者，哎，囡仔小三妹去吐蕃回来，已经超过十二点嘛，啊，就免食饭啊，啊，那讲硬讲，你袂使食，但乌巴库无，乌巴库目睭看日头，日头个世界啊，你，你慢慢来食，迄叫做菩萨，所以福报就大，啊，所以咱不管在真正超过十二点，但是今日完整啊，我紧中道就好啊。卖伤硬啦，因为咱是菩萨道，了解吗？啊，解脱道未使教，哎呀，你唔对啊！所以咱是大乘佛法，解脱道是了解这個出离心啊。咱即摆咧十二点，印度才九点半咧啊，所以你得爱有方便啦，有方便，因为这个大乘佛法咧，兴顺众生啊，解脱道呢，过安安，差就差在这所在啊。所以要你有法度体悟大乘佛法，还是真困难的代志。大部分的罗汉拢个傲慢，我就达到顶就傲慢，傲慢就认为家己丢，所以我定来发觉讲，这个世间咧弘扬乞丐啊，我讲恁乞丐是乞菩提心丐，唔通将菩萨丐讲啊，扭转去解脱丐，而且解脱丐诶根本就是卖伤害众生同要紧，卖伤害众生这是要紧。比如说大乘佛法咧，欢喜大部分暗时都冇食，诶舒服都冇食，食素食。但是伊是菩萨呢，想话行施食蒙山做完，咱才来吃。啊，吃嘛就吃，暗时要去做念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去背信徒吃饭，讲佛法互伊听。安尼去吃有理啊无理？应该爱吃，你们才叫做菩萨道。啊，所以想话这释迦牟尼佛被化作查某的观世音菩萨，被化作什么？慈悲啊。但是解脱道又较硬啊，安尼就安尼，安尼就安尼啊。啊，所以要入涅槃啊！啊，所以阿罗汉无法度度众生啊！啊，所以你要了解佛的心啊，所以连这个我嘛爱放弃，放弃，卖去讲爱几点，互人艰苦，了解？互人艰苦啊！你影响规团，从我咧带团，师傅我持五呢，我即摆搁咧车顶，啊，无你家己有炸无啊？啊，你若无炸，规台车要给送个倒去啊！啊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啊！你若解脱多，你阁出来算要创啥呢？啊！你就家己卡掉的啊！啊，这个时间表就调节就好啊，配合众生吃菜较要紧。所以啊，你对啊呢？这个因为菩萨都是顾众生，解脱都是顾家己，虽然拢个吃菜，迄心态无同款啊。所以各位爱顾众生，对不对？爱体悟众生苦，啊，家己也本来就万法拢空性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爱有这种的思想，啊，咱唔通举这个戒笑咧卡死家己啊，佮卡咧别人，讲了大家拢会惊，哈哈，我破戒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佮咱去助念同款，咱去讲助念，哎，老爸是去冰个冰个内底，啊，冰个冰个内底，你讲啊，你袂使按落地角，哎，温落地角咧。你讲啊，这无要紧啊，阿弥陀佛不可思议，佛力不可思议，念佛就好，一定往生，一边啊瞧，一边啊瞧，嘿，无要紧，阿弥陀佛拢会安排。啊，相信阿弥陀佛，咱即马专心做念，卖烦恼，所以这真要紧。所以我迄阵咧去做念，真侪菩萨，师傅你莫去，往前就莫去。嘿，拜猪肉，你去甲拜猪肉超多啊！
手刷拢个黏黏的无要紧。啊，你唔通甲人剃因刀，我诶会长讲，你安尼唔对，你安尼唔对，系啊，人就要超度，互你讲者规个白了了。迄就是无了解，无了自卑心无够，讲的话未使互人恐吓咧，未使互人讲安尼。啊，未使互人讲啊，啊，安尼变乱，安尼阮老爸就爱死安尼，是不是？系无要紧啦。啊，所以我安尼讲的意思是讲。你有看明明一挂，你盖场嘛讲啊，十二点半过来吃，啊就无要紧，啊就坐落卖爬起来就好啊。吃好完，安尼哦，啊你破戒啊，安尼是不是吼害人？怎唔敢对佛法无信心嘛？退转啦。啊，所以大乘佛法菩萨戒有戒可犯明菩萨，那个菩萨戒功德无量啊。所以这点爱了好，心爱开阔，无要紧啦。老母你吃宵夜嘛，无要紧，你念佛都算未歹啊。啊老母說，啊你我都未使受八关斋，无要紧啦，你著做你家食五顿无要紧，只要你的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安尼你嘛八关斋，是安怎叫做菩萨的八关斋，为大啊，为众生啊，啊你要食会记的布施予众生，迄个较伟大，啊你无通食众生嘛，无通食嘛，歹命呢，啊所以讲，哎心爱打咧佛的心来看代志。看唔好打你家己嘅想法去看代志，所以我常常拢按一点问佛，我对唔对？我一点问，我未使用家己嘅想法去做代志啊。所以爱圆融，理事圆融啊，才不会被事项卡住。这点爱非常非常小心啊。所以讲，咱讲到这啊，咱就爱按来完全要。能够，所以咱买祈愿啊，咱可以买有法度这个心态。好，第九，劝属回向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，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开拓法师弘法行程，1月18号星期六，念地藏菩萨、独舍那佛、持斋除罪1000劫，下午1点，印尼巴淡岛护生。1月19号星期日。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。上午9点，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。1月20号星期一，上午10点，印尼巴淡岛校园生命教育。下午2点，新加坡关怀特殊教育院。1月21号星期二，下午3点至6点半，新加坡关怀活动。1月25号礼拜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功如来，持斋度罪40劫，定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0倍，愿受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邦桥闭关寺佛像开工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点万灯共万水，好生甲慈悲施舍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565。1月26号礼拜日，下午2点。
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村念众生感恩讲座，联络电话02-2550-9900。1月27号礼拜一上午10点，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十强友甲好心发挥，联络电话02-2917-8855。1月28号礼拜日，孙天一真人千秋上午10点，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，点万灯降万水甲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02-2688-5088。1月29号礼拜三上午10点，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点万灯降万水甲消灾发挥，联络电话桃园中心03-347-7666，桃园道场03-331-0553，中立中心03-422-8806。1月30号礼拜四，定光高佛圣诞、清水祖师圣诞，上午10点半，慈悲基金会新蝶分会新春祈福财神发挥，联络电话新蝶分会03-545-6691，恩气福合会03-545-6692，新蝶中心03-533-7368。1月31号礼拜五上午9点半，苗栗宏发善医新春祈福药师发挥，恭送药师经点万灯降万水十供养甲围炉香烟，联络电话03-799-1513、03-336-026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新春到，福慧增，生命电视板桥悲愿寺举办佛像开光新春开市暨佛前大供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，日期1月25号星期六大年初一上午10点，地点板桥悲愿寺，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，上午9点于捷运江子翠站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，晚上6点为所有被屠杀物命点1080盏莲花灯，点万灯供万水护生祭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、占乐法师共同主法，地点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，地址新北市泰山区中港南路103号，备有专车前往，敬请事先登记。联络电话02-2951-0565，02-2951-0565。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，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，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，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。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，让最慈悲的开示，让大智慧的法语，让具教化的节目沉浸孩子的身口意，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、有菩萨、有善知识，常相左右，处处关照。